得干包。让美好都能够一一实现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一大早，现在准备去见顾客啦，出发。早上10:20的回民街，这两天也马上就开学了。人似乎不是特别多。趁着客人去钟鼓楼，我去一家收藏了很久的泡馍店，在旁边的另一条街，叫个老刘家泡馍，咱去看一看怎么样。听说现在也成了网红打卡地儿了，人超级多。走，从回民街门口出发，步行大概5-6分钟，来到这个北广济街。这条巷子就稍微没有那么商业化，但是现在游客也是挺多的。门口还有孙悟空，北广济街。老米家对门就是老刘家。好，就这一家。1932年，民国21年就开始了。这个碗呢是烫的，刚消过毒。看一下价钱，普通一般都是23。啊，这会儿人已经满了，坐到这里呢。一个馍，哦，还送一包纸，22。必须自己带。爱吃稍微背大一点的。我喜欢穿这么大的。啊，这盖那儿啊，盖干包，干包泡馍。老刘家泡馍不算在传承，北广济街才不到11点，二楼好像也坐满了，差不多。小碗，我要的是干的，干碗就是没有汤做出来。这个是牛肉，这辣酱呢一次呢放一点点，吃多少放多少，然后把这一部分拌一下就行。这肉简直放太好多肉。
别了，吃不了羊肉了，要牛肉。牛肉关键还便宜，今天算是碳水比较少，肉比较多。吃完了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之前一直吃小炒，因为我平时也爱吃酸辣口味的。今天吃了一个泡馍，泡馍呢就是这种清淡的，没放各种辣椒、醋呀啥的。所以想吃泡馍的，其实离回民街5分钟，走了5分钟，可以来尝一尝这个老刘家。这条街道也蛮多小吃的，而且没有商业化，很特色。天气特别好，来到了永兴坊，在城墙根底下，凉快凉快，下下凉，等等顾客。让美好都能够一一实现。我们俩亮。亮。我现在。我要去见。好了，今天的结束了。梅涵，梅涵，菜夹馍给你买的，人呢？你出来先吃呗。刚出去玩了，吃呗，先吃吧，吃完再玩。马上开学。明天报名。明天报名。菜夹馍。星期一号星期五，我们光上一天，然后就放两天。哎呦，你咋计算这么清楚呢？反正上一天也有点难受。上一天有点难受。倒一杯奶。嗯。倒一杯奶，你喝。嗯。哦。一杯奶，一个菜夹馍，多爽的！等爸爸再忙两天，哎，你上一天，周六周天陪你玩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下期见，拜拜。